NHK 报道，福岛的第一核电厂武川的废水要开始来展开一个放流设备的气温转，南韩、中国都表示反对排放。啊，咱台湾的居民有哪表达感觉惊吓？关联会即摆是国一届来组团去日本观察。福岛第一核电厂韩川废水离正式排放进程在12号展开放流设备的气温转。NHK 报道，当地希望6月底进程来完成。附近国家中国甲南韩有原表达反对排放的立场，国内渔民嘛表示惊吓。苏俄区渔会烦恼非油的鱼类像青灰扇巴、乌昂层等等受到影响，恐惊会冲击到当地20亿的渔业产值，却找无人来赔偿。恐慌就对啦，会使你讲哦，万一若受到污染的时阵哦，我的本我拢无去啦，生活拢不是生存嘛，嘛不叫生存啦。万一若受到污染的时阵，那加上啥人要赔偿？为了要让渔民了解到政府已经强化检测和采样的能力，确保食品安全，渔业署今年在全台湾已经举办30-40场的座谈。委员会强调，海水的采样这三年来提升3倍，到今年已经有107个点，鱼产品采样提升10倍以上，来到4000件。掌握海水辐射的背景值，就袂发生无人负责的代志。这个基线如果在排放前已经掌握住的话，那后续如果有超过这个基线的一些异动，我们就可以立刻掌握，知道说就有一个科学的数据可以去比对，说已经有掌握到这个异动的一个状况。为了要掌握福岛第一手排放资讯，原联会第三督组观察团22号前往日本。原联会指出，目前模拟韩川废水为福岛排放了后，会先往日本的北方去，再到美国西岸转向赤道，最后透过乌条来到台湾，估计要开3到4年时间。目前模拟川废水来到台湾海峡的浓度大约10·6次方贝克，比背景值低非常多。记者林晴梅、王兴中台报报道。